小石又来啦。今天带大家去估车哦。那个刚好在这个南港路，所以静静的带大家顺便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一台这个2012年的 Infiniti 哦 ，CX35 是灰色，成数8万，将12年跑8万，7年1年1万还好、哦，然后这个车新车的业务朋友哦，这个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新车的营业所先去拿钥匙，他说他车丢在路边的停车格。这个我在电话中已经有大概先跟这个业务朋友报价了。2012年 JX35，他当初新车的等级是250万的等级，当初有两个等级啦，一个是285，一个是250。差别就是二轮传动是轮传动，可是车很特别，这车都七人座。南港路三段那边有很多新车公司，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出来收车哦，其中一个管道啦。我之前跟大家介绍了嘛，同行的拍卖场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新车业务，好像还没跟大家讲到。新车业务就是他们有老客户要估车，或者是旧换新，然后帮忙处理旧。你讲话为什么有气无力？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在家开杠，回去剪一剪，每天上班不是梦。对啊，光伟刚刚被苦了，没事。要恢复吗？有需要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还没啊？哪有这台？看，不会这台吧？这色带是什么？靠腰。好，先去拿钥匙，好，拿到钥匙啦。等一下我们去看那台绑着一个塑胶带，不知道为什么绑着一个塑胶，我在想应该是撞断了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什么状况，走。
接一次。哇，那个没有后照镜，连停车位都出不来啊！啊！OK， 哇，这个塑胶袋会不会飞走啊？哇，坐得这么挺。好啦，我们收到这一台车啦。最后2012年的 JX35 哈，我们的成交价是50万，因为扣了5万块钱。第一个，它的这个右前门还有后车厢的盖子有更换过板件，然后差了一点价格。外表大概有2处至3处哦，需要做一个修补的烤漆。啊，最重要这个后照镜啊，对啊，后照镜扣个10000应该够了吧？等一下再问看看后照镜多少钱。自古以来 ，Infiniti 哦都是一个很低调的牌子，就是它在市场上没有说特别的抢眼，我觉得也没有打非常大的广告哦。可是它一直都有一些固定始终的爱好者。这车的前车主就是一位医生，通常医生也分两种嘛，高调跟低调的。低调的医生哦，开的厂牌就会比较低调一点，例如 Lexus 啊，例如 Infiniti 这种，对不对？当然高调的医生开 Panamera 啊，开一些更高级的品牌啊，也是不在话下。他说这个后面哦，车后面车主表示说，他
他是停红灯的时候被冒失鬼从后面稍微做一个小小的追撞，在市区速度没有太快，因为他是静止的状态，然后出保险换新的在原厂。那右前门是自己刮到的，所以把它换新的。我觉得这个车哦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有利润的车子，我上这个数字网去查哦，目前好像上面只有一台还两台在卖哦，那开价都在60几万。那这个回去我们希望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准备，开价可以压在60万之内，希望这样我们就可以小小的有一点点微薄的利润，好不好？几万块钱，我就讲了嘛，反正车子的利润就是1到2成啊。知道这个状况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享受到一点点价差。再来，哎呀，塑胶袋飞走了，靠腰，塑胶袋飞走了，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绑一下塑胶袋，靠腰啊！好腰啊！我不要开太快啊，我在垃圾袋飞走。好险离公司近近的哦。啊，反正就是如果他撞的不是这种车头，有一些很重要基建的地方，甚至说有伤及到主结构啊，哦，很大力啊。那毕竟七年的车了哦，那就享受一点点的价差也不错。为什么哦？我刚刚说这是一个很低调，其实这个厂牌啊 ，Infiniti 这厂牌，它一直都很低调在赚钱。你想哈，当时这个200多万的车子啊，200多万的车子，你能买到什么？你如果去买 Lexus， 只能买到一些小朋友，就是很基本的、很阳春的、很一般的。但是你如果200多万来买 Infiniti， 你可以买得到 VQ35 的引擎哈，255匹马力。那最新款的 QS60 哈，它当然它有做一个调教哈，做改成缸内直喷。那可是因为它这个当初车主选择的这个是前轮驱动的版本啊，很明显的它的用途就是载家人代步用。那目前我测试起来，轮胎前面的轮胎状况比较差，后面的轮胎状况比较好，胎压的警报也亮起来了。可是我刚看了一下胎压好像还 OK， 所以要看是这个里面的胎压感应器坏掉，好，或者是说它真的放到胎压不足了。引擎我也看了它的，闻了一下机油的味道，看了一下它整个里面油泥的状况，那看起来是有基本在保养。然后刹车油看起来比较旧，那漏油的部分看起来是只有上盖的周围稍微有一点点的油气。那这款车很担心仪表板哦会软化的问题，在 FX35 哦会有仪表板的软化的状况 ，CX35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。那尤其。听那个前车主说，这个车也都一直都是，不管是在医院啊，还是在家里，都是车库，减少台湾酷热天气晒，就比较没有所谓环保漆的状况发生了。我这个大一点的人造声，我是用高级车的角度去看啊，哦，它就算它的轮胎有人造声，都还是比绝大部分的国产车，哦，或者是中低阶房车都。已经还要来得安静很多了啦，这车就是隔音好啊，油门踩起来也不让你觉得是在开一台很大台的车子。对，以后就找机会多拍这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好不好？看看以后我们就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带大家来看一下二手车。剩多少钱？我要去估下一台车了。拜拜，拜拜。
Thank you.